是一只抓哈，随便一只羊都要30公斤以上哈。那到底张同学要怎么分羊？其实大家心里头一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。不用担心哈，学跟我来，我教你一下哈。待会你的工作非常非常的轻松，但是轻松之前总有一些痛苦哈。首先。